网上那些很火的冻冻美食。第一个木莲冰爽，这里边真的是波光粼粼的，好好看，这不是一汪水啊，有东西的，看，这是一个浙江特产啊，据说很多当地人都是从小吃到大的，夏日必备的解暑神器啊，我先给它倒出来，嘿，哇塞，晶莹剔透的，透明的，我尝一口啊，哇，不灵不灵的，太好看了吧也，哇。我现在一出气儿，真的嘴里都嗖嗖的冒凉风，我感觉跟嘴里装了一台空调似的，好爽呀！它这整体吃起来啊，就是 QQ 弹弹的，滑滑溜溜的，在你嘴里也四处乱窜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感觉像果冻吧，但是比果冻好像还更滑溜，多点那种脆爽感似的。我感觉，哎，对，有点像魔芋，还像魔芋和果冻之间那种质感。看它真的好 Q 啊！哇，不得不说，真的太爽了。它这个味儿是有一点像零糖的雪碧一样，还有点甜甜的，真的是挺好吃的。但是我看网上好多人都把它放到甜品里哈，当那个冻冻一起喝，说巨好喝。咱们也来试试啊，蓝莓牛奶准备好了啊，加上牛奶，来几颗蓝莓。OK， 我就不全切了啊，咱们就这么着泡着尝一下，我要尝尝它这个味儿。看，嗯。味道上就只有蓝莓和那个牛奶的味儿了，真是挺好吃的。哇，最大的感觉还是冰爽，我觉得夏天来这么一口的话，瞬间解暑，你们可以试试，好特别。第二个青岛凉粉，这个这两年还是挺火的啊，而且评价都不低。我买了三个味儿的啊，有原味、海带味、海参味，咱们试这个海参味的吧，不知道是个啥味儿，给它开个小口。哦，冒出来了。哇，哇，晶莹剔透的，咣咣的，看，哇，我感觉我控制不住它了，要跑哎，滑溜溜的，来来来，给它放到碗里啊，哦，它这里边的水好多呀，来尝一口啊，我天哪，嗯，啥味都没有，嗯，没有味儿 ，QQ 弹弹的，滑滑溜溜的。整个在你嘴里你都控制不住它，跟刚才摸着它一样，特别滑。但是它这个口感我觉得跟上一个似的啊，有点像果冻，但是不完全像，这个好像更有质感一些，偏凉粉那种质感，对，特别像凉粉。当然人家也不是这么吃的啊，它可以跟上一个那个木莲冰爽似的做成甜品，或者是给它放上各种调料，哎，拌成凉菜吃。咱们来个凉菜的做法啊，试试，先给它切成大块，再浇上料汁儿，整个还是那种透亮的，哇，好好吃，已经完全是我弄的这个调料的味儿了啊，因为它本身没有味儿，你怎么调就是怎么个味儿，就特别的好 DIY， 我感觉。我跟你说，这样拌完之后啊，吃着更像东北大拉皮儿，对 ，Q 弹版的东北大拉皮儿，太香了。嗯，这要是夏天冻上这么一碗，哎呦，太冰爽了。很过瘾，还好。嗯。